嗨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民光美莹。大家有没有看昨天的恐怖奶奶的小技巧合集呢？在结尾的时候，我在床边不停地钻进钻出，实际上不是我在板杀，而是我在卡奶奶。卡住奶奶之后，奶奶就不会动了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再来尝试一次，我觉得我这次一定能够成功。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了，这个技巧实际上就只要看手速就可以了，不过手速太快了也不太好，有时候刚好跟奶奶的一个频率同步的话，那么奶奶刚好就可以打到你嘛，所以这个怎么好说呢，不太好说，反正只能多尝试，多尝试几次，次数尝试的多了，总有瞎猫子碰到死老鼠的时候，那么奶奶不就被卡住了吗，对不对？奶奶被卡住了。卡奶奶这个技巧在 1.8 版本当中的测试非常的完美，奶奶直接变成了无敌状态，任何装备都对她毫无用处，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奶奶跟楼底下的蜘蛛奶奶简直就是双生姐妹花，甚至比蜘蛛奶奶还要强大。你们看啊，这边奶奶即使发怒了，哎，发怒了，她眼睛很红了，对吧，眼睛很红了，依然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，哎，卡死了，对不对？奶奶很奇怪，有时候还会抖一下胸。这个打木棒好像有点难度，哎，这个瞄准一点，哎，需要等待一下，等待一下，瞅准机会，哎，打木棒，好，就瞄这个点，等一下木棒移动过来的时候我就打它，木棒，哎，这里为了避免打空，直接靠近它之后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绝对是贯穿伤害，没有问题。基本上我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差不多都试验了一次了，然后看一下啊，离远一点，离远一点，嘘，泰迪都被炸跑了，然后他都没事，那我想那个肯定也没用了，那个叫什么，那我想那个肯定也没用了，冰冻陷阱肯定也没用了，马嘴针扎不进去，我已经猜到了，马嘴针应该是直接对奶奶的话应该是没多大用处的，应该真会穿过去，这个也没有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技巧啊，这边蜘蛛这边也是比较也有一个技巧可以卡蜘蛛。这个大家学会没有？你看，这也是一个技巧啊。当然，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被修复的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一个蜘蛛网，我还以为是个什么新型玩意儿。这个倒是没用啊，这个技巧大家会了吗？这个不能过去吧？这过去可能被咬。这个他是不是动了？这个蜘蛛这我说吧，幸亏我没过去，对不对？我幸亏没过去，是不是？我如果过去的话，刚才可能就被这个蜘蛛给干掉了。这个不用教，好吧？那是我落伍了，我还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呢。最后还有一个技巧，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成功过的从三楼安全降落的一个方法。当然，我终于尝试出了正确的方法，那么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。首先就是我们走路的一个行进方向，一定要是斜着走，而且胆子要大，不要走到一半停下来，那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成功，安全落地。喜提大棍，来来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！这个
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手速的问题，但是你看啊，如果我把奶奶先引过来，然后奶奶就看着我落地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是极限操作的电影感，是不是？有电影感，电影效果。就是不知道我掉下去的时候会不会被奶奶打。等一下我就死了。哎，奶奶出去玩去了吗？奶奶是出去玩去了吗？奶奶呢？我应该没有调难度啊。平时他跑得挺欢的呀，来，奶奶呢？我这边刚才成功过啊，踩其中的某一块板子我就成功过，而且我就是踩右边那个板子成功了，所以你现在跟我说踩右边的板子不行的话，这一点让我很疑惑。斜着冲，哎，对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斜着冲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总结是吧？安全落地十分。到了猜谜的时候了，小伙伴们都知道，在恐怖奶奶里面，只要不是当面夺怪，那么就是非常安全的。可是在 1.8 版本里面，小伙伴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古怪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躲进柜子里的时候，会发现柜子里面有很大的一条缝。如果这个时候奶奶在缝里面看见你了，会发现什么事情呢？不作死也许就不会死。我在这里做一个测验，小伙伴们知道结果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哦。因为一般状态下躲在柜子里面真的是非常安全的一件事情。最后我们再说一点有趣的事情，安吉拉在 1.7.93 版本里面，我们召唤他的时候需要离开他的房间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他才会开始爬行，这是 1.7.93 里面的彩蛋。但是到了 1.8 版本里面的时候，安吉拉就不会遵循这一个规则了，即使我们长时间的待在他的身边，他也会开始爬行，然后掉落他手中的钥匙。所以某些怀有不好心思，比如像我这样想要继续玩弄安吉拉的小伙伴们，如果还想继续这样的操作的话，那么还是使用 1.7.93 版本更好一些，不然的话，哎，好不容易拖到一定的位置了，哎，安吉拉就已经开始自己的行动了，划不来，浪费了时间，是不是？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，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记点赞哦，拜拜。